其实我觉得创作呢样嘢，头先都讲过啦，好似系一个天突然之间俾你嘅礼物嚟嘅。吓、啊！咁我觉得最好听嘅旋律呢，我经常都坚持一样嘢，最好听嘅旋律呢，唔系坐喺度10个钟你就可以摁到佢出嚟嘅。系有一日你起身又好，食食下饭又好，甚至乎话去厕下厕所都好。因为其实我去厕所都揸住支吉他嘅，真系唔系讲笑，放心唔系呢支。咁我真冇咁样咁讲话咧，你知？咁，但系咧就系、是、会喺一个时间突然之间俾咗你，咁你只要你记低佢咧，呢、這个就系你噶啦。所以其实喺边度都得，作歌就，去到街又得。我试过咧好特别，喺梦里边作歌，嗰首歌我带得翻嚟现实世界，记得晒啲，我有录低佢。吓吓，一起身即刻录低。一起身，我仲以为自己，咦，我未试过发开口梦喎，点解会咁嘅咧？原来首歌就系喺我梦里边咧，系成大班小朋友好似毕业典礼咁样咧，去唱紧嗰首歌嘅。我希望有一日呢首歌又可以成为某学校或者其他学校。我哋先。好啊。我哋先，我喺春田棉花。我搵翻佢出嚟。春田棉花幼稚园就系欠缺校歌，等紧，等紧，就系喺你手上啦。啊，咁啊，原来我哋等咗成几年嘅呢首歌，原来喺佢手上噶，啊，快啲攞翻出嚟先啊！咁啊，如果唔系咧，一阵间佢隔几年又 delete 咗佢啦，会唔会？呢一首你觉得系好好听，真系好正嘅，吓，因为梦中嘅潜意识嘅能量先至系最澎湃，系咪啊？系咯，先至系意想唔到啊，应该。好，咁跟住咧就系阿野鹤咋，小朋友真系周身刀啊，即系话你真系叻到啦，我仲要。仲要學嘢噶，都你哋都講我咁細個啦。你仲想學啲乜嘢噶？其實我有定一個好虛無嘅目標俾自己，就要喺30歲之前有10個語言。10個，數數出嚟邊10個國家？大概就係咁，而家識嘅中英普通話、日文、法文先啦。再加埋呢、這個意大利文啦、韓文啦、葡文啦。德文啦，同埋西班牙文啊，系啦，已经行匀全世界噶啦，咁样所向无敌噶咯。如果俾你识晒，系啊，都唔可以咁讲。做咩你想流浪，攞支吉他去流浪10國咁样系嘛？当我去到某一个定位，可能会有呢个咁嘅做法，因为去到嗰啲地方咧，浪漫，我相信会得到好多灵感翻嚟噶。系，同埋最紧要浪漫，我觉得。我希望到时有西班牙之歌。当时你是一个西班牙的 ET， 咁应该你唔会唱翻佢哋啲歌啦，即系带翻你香港嘅文化，再住翻入去呢一个西班牙啦。所有嘢咧，好似讲啊嗰时咩马可波罗咁样带晒啲嘢咧去唔同嘅地方，你就由香港出发带晒去全世界，系啦，咁先仲威喎。我仲要带埋呢个菠萝油俾全世界食。菠萝油王子啊！我中意食菠萝油，咁仲要搽埋油噶咯喎，系啊，爱多你80年噶咯喎，咁就要咁跟住咧，我咁跟住咧就系老班就话周身刀，张张好似大关刀咁利喎，仲要系嗱，继续赞你啊，野鹤赞完你，老班话张张都好似大关刀咁利添，咁啊549，估你1000首喎，1000首，我相信我嘅生涯会达到呢个数字。會，一定會，好快，佢好快，以佢嘅速度咧，而家行緊光速添噶啦，已經係，咁即係話你哋仲未估到咯噃。如果係咁嗱，1000首咧，暫時未去到咁多，過800首啦，咁但係咧，亦都未超過500首。咁樣頭先咧，嗱，再縮窄少少範圍啦，唔加奶啦，因為阿卓咧就估200啊嘛，咁而家咧呢個數字係 under 500嘅噃，咁即係2至5。呢、这個數啦，200至500呢一個數噶啦，咁我哋仲有幾分鐘嘅時間嘅啫，咁啊大家咧試下去估下啦，會唔會開口中到咧？啊 ，read 唔 read 到你個心，你個靈感啊，原來你可以有幾百首歌，咁究竟嗰幾百究竟真係叫幾百咯噃嚇？估埋佢，咁而家呢個時間，你查實咧仲有啲咩法文歌咧？頭先冇問你有冇得唱嚟聽聽嘅法文歌係點樣嘅咧？法文歌、啊、會唔會真係似翻法文？你頭先彈西班牙就好西班牙，彈法文你唔係好法文嘅咧？
其實都是普通好像英文歌咁啫嘛。會唱咩嘅法文歌？你要擺啲咩元素？其實嗰首法文歌是因為我之前學法文，我是18歲才學法文嘅。咁就有一個法文 miss， 佢教完我嗰個 level 之後咧，就翻翻去啦。咁就翻去之前，我就為佢同埋為我班同學仔啦，因為我都冇讀啦嘛，而家我走咗過嚟香港啊嘛。就作咗一首歌，咁就淨係個 chorus 係法文啫。哦，佢前面嗰啲咧都係英文嚟嘅。係。大概是 Nous avons ensemble nos vies pas notre rencontre 这样咯。哇 Je me souviens très de toi jamais à jamais 这样咯。哇，好掂喎！你嗰啲 cla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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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嗰啲咧，嗰啲法文嗰啲好难发音噶喎。喂，你喺澳门，你应该都会识啲葡文噶，系咪噶？葡文啊，系个 obligado 咯，净系识呢句。即系咩？多謝咯，就係多謝啦。我淨係識呢句嘅咋。咁佢街道咧，街道咪有葡文嘅街道名嘅。如果唔俾你睇中英文，齋睇葡文，你認唔認到街嘅？唔會識，唔會識。因為其實澳門啲同學都唔係個個話識葡文噶嘛，係要讀翻國際學校嗰啲葡文學校，同埋啲你睇到都係鬼仔樣啊。哦，或者 mix 嗰啲即係葡萄牙再 mix 埋中國咁嗰啲就讀國際學校。如果唔係你哋就同佢哋有葡文學。係咯，同我哋香港嘅教育嘅係一樣啦。差唔多其實、就是。中英數、地理。物理化學啊，地理啊，經濟啊，聖經啊都係一模一樣嘅啫。咁所以你嚟咗香港一啲都唔陌生啦。其實受嘅教育亦都係。咁而家甚至乎即係都回歸咗中國啦。係咯係咯。就是喺一個地方。人都有 SAR 啦。系咯，好咁啊，跟住啦，继续，咦，70723850喎，近榜啦，好近榜喎、哦，你呢个好近榜喎、哦，70723850啊，咁啊，因为咧都系你啲朋友仔啊，佢哋都原来唔知道你嘅仓存有几多噶，系啊，因为我又会使又会增加，系啦，到目前为止最 update 嘅数字。啊，咁大家繼續估下究竟幾百幾百同幾百呢咁樣。咁一陣間咧，咁啊 Nicole 就會彈多一首歌俾我哋。不過咧，時間關係，我哋要開咗估先。好 ，sorry 啊，大家估唔到，籠底答案係幾多首？你自己講先。係300首。300首啊，咁啊嚟緊咧會突破3000添噶啦嚇，我哋等住嚟聽噶啦喎。我做到60歲就有3000首啦。係啊，唔止啦。咁啊，跟住咧，我哋揀翻個最佳 SMS 啊。最佳邊個同學仔啊 ？SMS， 我中意呢個陸師弟。陸師弟，佢係問你問咗一個好好嘅問題，就係話邊度作歌個靈感特別多。係。咁呢個當然音樂人就梗係想講下呢啲。陸師弟亦都應該有啲造詣啦，對於音樂嚇。對於問問題都好有技巧嘅。冇錯，有技巧。好，咁呢個最佳 SMS 送俾你啦。而喺我哋嘅節目尾聲咧，再一次多謝阿 Nico 咧上嚟同我哋分享佢嘅音樂生活啊。咁啊，嚟啦，送翻首歌俾我哋所有交界嘅同學仔啦。